好肚子好饿哦，我要吃很多。你有关灯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有吧。什么叫应该有？你就没关系啦，反正只是吃个饭而已啊。不行啦，那费电。哦哟，又没关灯。我不是吃个饭而已，还是要关灯啊？不用吧。086416200块，200块，看一下前面那个字有没有，或许可以多一点。没有，好，200也不错，继续对。我跟你说哦，看，我最近装了这个 app 啊，它上面是。像你只要搭公众运输工具啊，然后或者是说你买东西，它都可以累积点数哦。然后累积点数之后啊，你看它这边，它可以换很多很多的东西。你看，它可以换折价券呢，还蛮不错的啊。便利商店的折价券，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无形之中又可以省下一点点的钱。因为像折价券就可以等同于现金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去买东西啊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有几点？我现在有600点。哇，这么厉害！你看600点，我捷运的储值金啊，又有卡，我就可以有150块。哇，那赶快储到我这边来啊！我这边还蛮需要这个捷运的这个。你自己储的。我想这个，它现在特价。等一下，你先帮我去算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去算那个墨数啊。你拿这个。因为这个的话，一块有14墨，你刚刚拿那个一块只有13墨。这样好划算哦。拿14墨那个。好，那么拿那个。OK。Hello， 我们是夫妇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，请问你背包有重吗？有，我是李欧。我知道你是李欧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以李欧平常会做的各种省钱妙招来拍出来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只要节省一点点钱，小钱都可以变大钱哦。那么希望大家呢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自己的省钱妙招，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跟 tag 标注朋友。如果喜欢我们夫妇之道的话呢，也可以在 YouTube 订阅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在 Facebook 选择抢先看。那么我们夫妇剧场呢，下一次再跟大家相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